经过漫长的网课和假期之后，今天同学仔终于第一日正式回来学校了。为了让同学更加适应校园的生活，我们训辅组准备了一系列的复课适应活动。最挂住的是翻学同埋同融玩。开唔开心啊？开心，耶耶！我哋只眼留心前。之前都是 Zoom， 而家翻学就好开心，可以见到啲同学仔一齐上堂。做功课做得更好，因为有时我自己成日写啫。今天是翻学的日子，希望疫情可以回落。包括讲求群体合作的隔空取物游戏。用报纸制作大型车辘。要合拍才至会成功的跳大绳。目的都是想咧，班主任同学生有一个嘅热身嘅机会。好玩！愉快嘅欢笑声之中，重新咧回复翻过往咧嗰种与人沟通、互相交流嘅状态。希望咧每一个圣文德小学嘅同学仔都能够咧享受全新学期嘅校园生活。Welcome back to school! 聖文德歡迎你啊！